这玩意儿，近视进来了，出不去了。对呀、啊，下去看一下吧，有没有人这里？我先哎哎，有人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吓了一跳。他在哪里按的？里面吗？可能屋子里面有人。谢谢了。他可能防止这些大货车进去吧。我们进来的时候没有。咱们往这边走。要往右手边。对呀、啊。有车，这里过去就是若尔盖，还有100多公里就到若尔盖了。牧场村这里叫。哦。你在这里住了几天？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、啊。这门口那里有块那石头嘛，牧场村。嗯。这边的云就感觉像假的一样，那种棉花一坨一坨的。有的时候感觉比西藏那边高原上的云还漂亮一点，多一点。有的时候西藏那边的云就是没有多少云，就是这种蓝天。但是这边可能今天天气的原因吧，好多。这两头牦牛拴上的，跑到打到公路上面来了，走吧，应该能走了。从边边走是吧？啊、哦，应该能走了。咦，万一看那有辆车走，咱也跟着走。他拴上的。我还说这俩打架了，咦？刚刚都打到公路上来了，又退回去了。他还是怕。好像我们从那里过是劝架的一样。现在我们就。正日八百的进入若尔盖这边的草原了、啊，那里有个广告牌，写的什么？若诗若画若尔盖。一路过来没看到停车的地方，这里还有一个属于牧场吧，连朵牧场，里面都是应该是牧家乐的那种。好花耶！这种小花。啊，转了看一下就得了，因为这里一点信号没有，我们等会儿也要走。骑马的好多，我记得那边去年我们过来，到若尔盖那边骑马的更多。20块钱。啊，20块，这里不知道，这里人太多了，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别去凑热闹，到那种人少点的地方去骑，在这里看看就得了。对不？因为现在不是全国各地又有那疫情了吗？人多的地方就不去凑热闹了。有些地方那种稍微偏一点的，人挺少的，在那种地方去骑。一路从早上那个村子那边过来，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停车的地方。刚刚那地方好停车呢，一点信号都没有。它是属于我们的，用的是电信的网络，它网络没有信号，我们在那里耍起传视频也不行，对不？剪视频这些都不得行，所以说就不能停。那一路过来，有两三个地方有信号了，但是停不了车，风景也挺漂亮的呀。那路边两边都是草原，没办法，我们一口气直接开到了若尔盖县城，这在县城找了个停车场，停下吧，在县城。买一点补给品，买点菜呀、肉啊，明天再往
那边花湖，那边好像有个花湖，什么普通话说不清楚，再到那边去吧，先把饭做来吃了来。把刀给磨快了来，冰箱里面没得泡海椒的了。不是泡海椒，用那个海椒是不？要不要吧？这种要吧，要要。这还是从家里面带来的好久了，放冰箱里面也没烂。现在很。刀磨快了，今天中午炒牦牛肉，那天在松潘古城买的，那个骨头那些那天拿来炖的萝卜嘛，这种瘦的就拿来炒这个。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就差不多了呗。刚刚黑妹都还在说，我们现在车上是越来越电气化了。这个是这一次买的700瓦的小锅，这里面做的冬瓜汤。这个是1200瓦的电锅大的，炒的牦牛肉，哦哟，香气都飘过来了。就是往你那镜头上面飘哎。主要是我感觉这一次，我们自己换的那个太阳能板，在这边来发电的话，也要发个600-700瓦。太牛了，把这个倒下去，炒一个泡椒牦牛肉，煮一个冬瓜汤，已经在吞清口水了，香了香了，端起咖啡了，这差点被你给杵到起了，哎呀，巴适的很浓。太巴适了，我挡到我要打到了，吃不成喽，感觉好黑哟、哦、外面太亮了。对啊，怎么这么黑啊。哇、哦、好香好香啊。你来闻一下这味道怎么样。我在这里都闻得到。哦，哎呀，香，巴适是吧。我看到他都在吞口水了，还巴适得很。我吞了几盘了哟。OK， 端过去吧。来吧，今天就喝瓶大乌苏得了。到这边高原上的红原，这边可能海拔都3000-4000了。别碰到我。3000-4000的海拔，这整的嘴皮都有点干了、啊。我就直接开一下。喝一口来，刚刚牦牛肉我尝了一块，你来干一下吧，特好吃。妹妹来干一下，来一杯。嗯，好冰呢，本来这边的温度就不高，我们这个就有点烫。牦牛肉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。这东西啊，我感觉一家人出来，并不是说要去什么景点啊啥的，我感觉就天天这样换着地方做饭吃，路上看一下风景也挺不错的，加上这个季节去人多的地方感觉也不理想，因为小孩还要回去上学的，对不？好多天都没有喝大乌苏了。这牦牛肉太好吃了。是的，还剩一点海椒渣渣，我女儿就吃了2碗饭，出来这么久了，第一次吃这么多饭。行了，我去把垃圾给扔了来，你洗碗吧。垃圾扔了，小咖啡你不去哦，我去扔垃圾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哇，这边的天气好好哦，弱点盖线，随便出来相机一拍，都是漂亮的风景。蓝天白云，太巴适了。这个停车场挺大的，好像对面那里就是县政府，那旁边我们刚刚从那边进来就是这边的公安局，停在这里的15的停车费，一天一夜。我说我们明天走，刚刚那看门的大爷来收了费的15，也不错了，县城里面，对不？因为草原不好停了。看一下垃圾桶在哪里，没看见呢，应该有吧，不可能没有，
行，等会儿我去找一下，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，休息会儿来，等会儿去逛一下县城，买点补给，菜和肉可能要明天上午去买了，那时候买的新鲜一点，对不？明天我们就继续往草原出发。